所有的岗位上，我们可以为他们找最合适的人选，但有些职位也许要犯错误。法国银行他们的服务对象都是高端人士，这些人的资料我们将来会需要。那这算是猎头呢，还是派卧底啊？郑秋冬是个怪咖，我看中的是他的个人能力。来，猎场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。